11月1号下午2点22分，小乐乐很乖，我们把它放在沙发上，也给它换了一个衣服。它在这边很好笑，就在吃它自己的手。那现在也没吃手，也躺在沙发上，也不哭也不闹。哎，这好像是一个乖的小宝宝。他爸爸说他哦，有点吵啊什么，我看蛮好的啊。哎，小乐乐，要不要跟我们讲话？不讲话哦，你看他这又在吃手了哦。他一个手指头也好吃啊。小孩也真的是厉害，一个小手指头也能够放到嘴巴里面去，然后还吸得津津有味的。这个衣服是9个月大的衣服。那他再过3天就4个月，所以这衣服当然对他来说是大了很多。所以你看袖子跟裤管，通通都是卷起来的。小乐乐，要不要跟我们讲话呀？小乐乐，啊，你头怎么一直向前面移呀？啊，一直向前面挪啊？啊？今天蛮乖的啊，也不吵，也没跟我们讲话。哎，小乐乐，有没有讲话呀？啊？喂？真的是，哦，换一个很奇怪的声音，怎么啦？哎，有没有看到我们在给你拍电影啊？哎，舌头动来动去啊，肚子饿了吗？是，肚子饿啦。有点不耐烦啦，是不是？哎呦，头又往前面，蹬了一下啊！你脚好有力气呀、啊，是不是，小乐乐？哎呦，呼，打个大喷嚏呀、啊，是不是打一个大喷嚏呀、啊？还蛮乖的啊，蛮乖的小宝宝啊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啦。哦，还要叫啊？哦，又开始说手手了。我们来看他怎么说手手的。来看他舌头在那边动。好吃的手手啊！哎呦，好吃的手手啊！右手吃完吃左手，哦，真是好吃啊！没东西吃啊，三个手指头啊，喂，在这边呢，在这边呢，有没有跟我们讲话？喂，喂，哎呦，脚一蹬，头又往前面。哦，又跑到前面去了。哦，好，我等等就来抱你啊，等等就来抱你，好不好？哦，又吃小手手，哦，小手手上有糖哎，真好吃哎，啊，好，哦，几个小手，头已经往前面，哦。好，不哭不哭啊，抱你了啊，好不好？好。